个福袋抽奖活动，所以说呢这一波没抽到没关系，我们后边还有这个四波的这个抽福利的这个活动啊，你们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怎么留啊，这儿让那个珠宝小姐姐给大家展示一下，稍等一下我把亮度开一下，桌子上的礼品都是送直播间朋友们的，对对对，都是给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选的啊，这些礼物都是送这个我的粉丝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滑到最下面留下联系方式，然后点这个立即预约就可以了，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就行了，没看会，来直播间没看会，没看会，来，我给大家再教一遍，演示一遍啊！你们能看到这个屏幕，手机屏幕里的反光不反光呀？反光。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们大家这个点小风车看到了吗？小风车往下滑，滑到最下面，输入咱们的联系方式，然后那个点立即预约就可以了。看主播来了。别靠车太近，是不是把车整个挡着了哈？然后的话，我们找个角度来。我得带着我的凳子一块儿走啊。幸亏主播这腿不是特别的短，如果短的话，我估计啊，这个凳子我还坐不上呢啊。这个凳子是真高啊，这个腿没有1.67米的话，真是坐不上啊。大家可以呢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小风车里转一转，也可以呢这个给主播上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啊，这样的情况下下次主播直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第一时间知道了，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欢迎大家到店里来的啊，欢迎大家到店里来，现在的话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来到直播间没有关注的话可以我们关注一波，凡是是粉丝都可以参加这个福利，送给大家的，送给粉丝送福利的啊，是主播为什么意思，这个主播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今天是5月20号啊，5月20号刚才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回馈粉丝的一个活动，给大家纯送福利啊，我们呢准备了很多的礼品，我身后的礼品都是为大家准备的啊，为大家准备的，大家一会儿呢都可以参与一下这个福袋，参与福袋抽到这个福袋的朋友们啊，我们都会有这个礼品赠送的，你们可以通过小风车留下联系方式啊，留下联系方式之后这个把您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先说，对大家的话一定要那个中奖的那个咱们那个参与福袋就得到抖币的话一定要点小风车，然后留下先照这边咱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留下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礼品然后送给大家，你要是不留联系方式的话我们是联系不到大家的，我们等会儿的话开始第二波福利，我们刚刚第一波福利是水杯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刚刚中奖第一波粉丝们我们送的是水杯，一定要大家来到直播间，家人们一定要上点关注下点赞，可以跟小风可以跟主播那个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也可以就是小风车转一转啊，今天的话我们这个桌子上的都是送福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送福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都是送福利的，主播送啊，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桌主播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桌上的礼品呢全是送给大家的啊，主播一样都不留，一样都不留啊，所有的都是给大家准备的，谢谢，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上点关注，下点在小风车里转一转。凡是来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我们今天都是送大家福利的，给大家送福利。这个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这里是南阳美吉哪吒汽车的销售中心啊，主播叫佳佳，大家可以呢进直播间的朋友们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啊！今天5月20号，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直接送福利的。只要来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给主播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之后呢都可以参与我身后的这些这个领取礼品的一个活动，今天的话我们纯属就是送这些礼品啊，如果说呢您在这个直播间一会儿的话啊抢到福袋的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再发一波吧，咱们一会儿就开始发了、啊、好的我们发一波，大家参与这个福袋，只要抢到福袋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小风车留下联系方式啊，这些桌子上的礼品
品呢都是为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一波的话呢是给大家送这个吹风机，吹风机啊。好的。这款吹风机只要抢到福袋的朋友们都可以领取啊，都可以领取。好的，我现在给大家发一波，大家稍等一下。是的。大家这个一定互动一下，你先对你先给大家这个发放福袋，让大家都参与一下啊！抢到的朋友们一会儿这个直接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和这个地址就行了。我们呢会把这个礼品送到您的身边啊，送到这个送到这个邮寄到您的身边。来，这样吧，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礼品了。要不的话大家看不到啊，看不到。你看为大家准备了多少的礼品啊，我还是往这边坐坐吧，礼品太多了。主播呢，主播的这个身材也不是特别的宽啊，有点宽，所以说呢把这个礼品呢都挡得差不多了啊。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呢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小风车里转一转。今天5月20号主播呢在这里给大家送福利了啊，送福利了。这个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左上方红色的福袋，也可以抢抢红包啊。只要是参与福袋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呢这个领取我们身后的这些礼品啊，身后的这些礼品有我们的这个吹风机这个保温杯，还有这个手持小电扇，还有这个榨汁机啊，我们有很多的礼品，今天都是给大家送不完咱不下播啊，送不完不下播。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给主播这个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刚才呢这个第一波中奖的朋友们一定要这个通过小风车啊留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一会儿呢把您所在的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呢会把这个保温杯呢直接寄到您的身边啊，寄到您的身边。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这里是南阳美吉哪吒汽车的销售中心啊，主播叫佳佳。我们的话呢现在已经是第二波给大家送福利了啊，第二波给大家送福利了。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啊。你可以先往这边走一下。好的，来直播间家们可以上点关注下点赞。我们今天呢是哪吒南阳美吉哪吒汽车的一个销售直播间啊。对，来到直播间家们一定要抢一下福袋啊，今天是纯属给大家发福袋的一个日子。 对，送给大家礼品的非常非常的那个，我们非常宠粉的，大家一定要抢一波啊。是的是的，来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风车里转一转啊。也可以呢给主播上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送福利活动。只要是参与抢福袋的朋友们，你们这个抢到福袋之后小风车留资，我们就会把这个礼品呢送的这个邮寄到您的身边啊，邮寄到您的身边。咱们现在的话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身后的这款车呢是哪吒威啊，哪吒威。我们呢哪吒系列的车呢有两款车型，暂时我们是这个店里呢有现车是两款车型，有哪吒威和哪吒优。我们呢还有一款哪吒 S 呢是混动版的，这款车也这个已经马上要上市了，现在已经可以先预售了，它是一款混动版的轿车型的一款车啊。要的，你需要这个小风车留资啊，小风车留资才有效。小风车留资之后，我下播联系您，到时候你把截图发给我啊，发给我，然后的话再把您所在的这个地址发给我，我们呢就会把东西给您寄过去啊。这个中奖的朋友们，你们都这个要领取一下啊，领取一下。谢谢大王送的礼物，谢谢您。我们这里呢是南阳美吉哪吒汽车的销售中心啊，主播叫佳佳。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小风车里转一转。没关系，我没有截图，你只需要这个通过小风车留下联系方式，然后的话把这个地址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也是有截图，我们能看得到啊。你这个最好是截图的话省事一点，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自己找一下就行了啊。拿我手机，然后给大家说下小风车。来，我有时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右下方的小风车看到没？反光啊，这个右下方的小风车。右下方的小风车，然后点击一下，然后有一个立即预约，输入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输入您的一个联系方式就可以。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还有很多人没有抢。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参与一下，真的啊！我们的话呢，这今天是纯属给大家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任何的这个额外的一个条件，就只是送。为什么送呢？是因为主播要感谢一下大家这个对主播一直的支持和守护。因为我是新人主播，做的这个直播也没有多长时间啊，有2个多月，但是呢，这个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都是经常来支持主播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520节日啊，我们就是给大家送这个福利，感谢大家对主播的守护跟这个支持。咱们的话呢，这个来直播间的这些粉丝啊，这个老粉丝们，你们都知道，这个主播是没有什么套路的啊，没有套路的，主播是一个实在人。今天的话呢，只是给大家送福利，所以说呢，你们可以放心的去这个点击左上方红色的福袋参与一下，参与之后中奖的朋友就可以通过小风车留资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呢会把这个礼品直接邮寄到您的身边啊，邮寄到您的身边。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你们。咱们的话呢，说一下我身后的这款哪吒 V， 今天购车的话，我们也会送一个很大的福利啊。咱们的话呢，哪吒 V 的这个车长是4.07米，宽呢是1.69米，高是1.54米，轴距呢是2.42米啊，轴距是2.42米。主播是个实在的，是的，真的，你们时间长的话就知道主播这个人非常的实在啊。所以说这个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一般的话啊，只要是关注主播了，基本上就每天来了啊，每天来了。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这个支持主播，支持主播，这个守护主播啊！主播的话呢，也会这个定期的给大家送福利，送福利。第二波福利已经开始了，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参与一下左上方红色的福袋啊！你们参与了之后呢，都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个身后的一个礼品台上的任何一样的礼品啊！大家都参与一下，我们身后的礼品呢有这个保温杯，还有这个小电扇，还有这个吹风机，跟这个榨汁机啊，我们有很多种的这个礼品为大家准备。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给主播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小风车里转一转。也可以呢，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这样的情况下，下次主播直播的时候，大家就会第一时间知道了啊，第一时间知道了。嗯，可以的，可以。对，我们那今天真，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是给大家送福利来了啊，你们真的可以放心的去抢这个福袋。我们今天有5波，现在才是我们这个发放礼品的第二波啊，第二波。咱们呢还有这个3、4波可以这个领取，没有参与的朋友，你们抓紧时间点击这个左上方红色的福袋啊，一定要参与一下，一定要参与一下的，第一波送的什么没有抢到？我们第一波送的是这个保温杯啊，是这个真空的一个保温杯，真空的一个保温杯。对，是定制版的。对，定制版的啊，定制版的，也是一个这个品牌的富光牌的这个保温杯啊。咱们送礼品呢，不会送一些差的啊。这个主播呢，也是这个比较注重东西的一些质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雨伞，雨伞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不是很清新的感觉啊？很清新的感觉。一会儿的话，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也不知道这个我手里拿的这个伞会是